像唱啊，歌那么高。不要唱，不要唱。我真的最近长高两公分了，没有骗人。你唱不上去可以垫脚尖嘛？不要。如果唱，如果我遇到高音这部分哦，通常都是紧握拳头。对。吹自己。还好啦，这首歌其实，如果是以前早期读人的话，我真的很高，你知道吗？比他再高，比他再高八度。有八度吗？假音之假了，你知道吗？要不你们两个试试看吧，啊？清唱。你干嘛？要跟老板讲，这个我在顾着你。我不能用八年前的唱法，我抓紧了。海风吹着树根，夕阳卷起在背，夏天在想一些想一想的迷惘，温柔过土地上，也曾有所多伤，但是我已追求真的真的快乐。我是你的巨大的梦想，太遥远的时候，我就按照以前的咯。海风吹也吹吹，夕阳吹醒在飞，想一切想现在想一想的迷惘，我有苦你困难，也曾有说过什么，但是我追求的理想的快乐，我是你的绝大梦想，爱你远的时候，难过你一直这样唱歌，怎么回事？我以前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对啊，为什么要硬叫我唱那么高的音呢？虽然我是很高老的音。
对啊，为什么要没有你的事那么？因为我想到了，因为写这首歌差不多在突然刚开始没多久，他们就写了。所以他们才刚弹会吉他这样，所以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转 key， 硬要写自己会的 key， 对，很高。台下有没有学吉他学？现在你会转 key 了嘛？你把它转成低了，你唱你就很顺。哎，听他唱一次，我们可以顺便休息一下。好，你唱一次，我们去上厕所。你真的要上厕所？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本事转。什么时候是我们用你的音感直接到那个 key？没有了，什么苏米恩？你可以。是我们去哪一个尿尿的时候？没有中场休息啊，那你赶快去，赶快回来。没有，第十四首的时候，他也换个。张老师转身这边有橡皮筋啊，撑着点啊。厕所就在那边，你知道你一秒都不能少啊。有瓶子啊，不要喝错就对了，等一下不要喝错。不好这样子啦，我先接个尿管。无耻了，女生去聊天啦、啊。失去你我们怎么办？今天最多话的是你，然后等一下啊，那个什么熟面没有办，可以没有去熟面多话讲对是吗？我没有话啊。他讲一整年了，真的不要休息。先唱一个吧，唱一个那个森林系的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这样对。这你不能休息了。我要上厕所了。那等一下我好的时候，然后换我这样。然后你去上厕所。OK。不要啦，你赶快回来。对。哎，感觉上厕所是一个节目呢。那你先唱一个嘛。然后你回来的时候，我说啊，查马克好棒啊，尿尿回来了。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休息。查马克终于会尿尿了。你也是，哎，我是很想尿的。对，你赶快放下你的贝斯。好，我们听一下森林系的嘛，额外的。对，额外的。Free， 额外的。我们下去的时候，等下半格筋都会上来的。错了。人家就这样走了，也太潇洒了吧！我们要干嘛的呢？没有，你为什么不要听 High Rock 啊？你知道阿威以前组过一个团吗？没有人知道 High Rock 森林系，因为我们也没听过嘛。没有啦，署名是印刷系的。不是没关系吗？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太尴尬了啦！喝酒也是一种表演嘛，你喝看看嘛，你喝看看嘛，喝啊，你喝啊，喝嘛，你不要看我喝，老板吸管，没有阿美组喝啤酒是要加盐巴，老板盐巴。不能喝太多呢，我妈妈今天有来。我妈呢？妈，我妈有来，这个是我妈妈做的。不要鼓掌，因为外面有卖。请支持部落妇女创业。有啊，我的朋友都有啊，姓林的呢。有啊，怎么没有挂起来？断掉了啊！你们不要买到断掉的、啊。怎么会断掉？这是以前原住民的拖鞋，就是以前原住民买不起塑胶，所以就是用那个槟榔锹，你知道吗？槟榔的叶子的底端，那个植物学家说那个叫槟榔锹，我不知道哪里锹，为什么？他就是
那个晒干之后把它割下来，然后就剪成拖鞋。以前原住民穿这个呢。对，好，回来了吗？哎，阿新呢？你还是年轻的啦。你要唱什么？我还年轻啊，其他三个。我帮你配乐，你要唱什么？啊，亲自配来一下。哎呦，你的麦克风太高了，你垫脚尖哦。阿信故意调矮，你知道吗？踩在效果器上面会比较高。阿信故意调矮，因为他要唱。好了没有？上厕所的怎么？你就唱一首嘛。我没有要唱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今天特别穿白色的。有没有？故意要穿白色啊。不是，你那是红色还是橘色？没有，它是蓝到。如果你穿一个深蓝还比较好看，你穿这样像印度的。最近走印度风啊，奇怪。真的。要不然就来给东方麦克了。结婚啊，结婚场合才能这样。耶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放羊的孩子。
游戏人生的开始，那是谁？图腾的 DVD， 哎、欸，对，我在唱那边，不是，谁在那边唱？谁在那边唱？谁在唱？谁在那边唱？对，谁？导演今天是我们的团员之一的陈龙南，陈导演。然后龙南导演今天有看，也是有莅临我们的会场，耶、yeah ！看不到导演，啊，有了有麦，有看到了。想要红的可以去认识他，从穷的时候到更穷的时候都在我们身边，没有了，导演。从我们最穷的时候他，他就在了。对，对，我们本来已经很穷了，他还跟我一起吃饭的，而且每个人都在他的面前掉过泪哦。有吗？只有你吗？你刚刚说每个人哦，所以就你而已，讲错了，讲错了。有啊啊，那过去式的啦，哎，过去 DVD 看一看就想要看，想要看他掉泪的时候就去看他那个片子。你要看查马克十九岁的时候去看那个片子。哇塞，青春的肉体那是没有人要啊，那什么啊？飞上过去。